她是我妹妹，也是我心爱之人。我只知道她是我妹妹，还有她是我心爱的人。都受尽与国王的仇恨，变得是非不明，敌我不分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马振熙吗？马参军之所以会把令牌给我，是因为在召唤人质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就已经做好牺牲。谁都不准去！马占熙现在需要好好的冷静一下。疯了，太过分了！马占熙，你看看你现在的自己，全副心思都受制于博望的仇恨，变得敌我不分，是非不明，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马占熙？马参军之所以会把令牌给我，是因为博相大战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。他是怕营救你的时候牺牲，所以才叫我一定要保护好你，要把你父亲的令牌一定要交在你的手上。我叫唐三，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武魂殿当年追杀我妈妈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最后的冠军，只会是史莱克学院。想杀他，从我的尸体上弹回去吧。林尊，林尊，林尊，你在哪儿？风靡神州大陆，倾倒万千灵兽，人见人爱，剑剑剑宰，天下第一无敌威猛巨无霸。我叫张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碧瑶。碧瑶，好，下次我还烤肉给你吃。我瞒过你，带你去一个什么地方？是这些吃什么？我来给你做血灯配礼。你想要这个？这个不能给你。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可言。等等等，一起疯！是我可以控制住的。你不是说没有问题的吗？我没有。先生，泽无惧，我们偷喝酒。先生，泽无惧，我们偷喝酒确实是违反了蓝氏家规，可是蓝湛他胡闹。江城，救完你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。其实蓝湛，陪我天子下。谁不仰慕这大名鼎鼎的狼二公子？你看我这脑子被擦了，对不起啊，我重新再背一次啊。那个心里也难信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走了，乱葬岗有病。魏婴，我们先走了。那你喜不喜欢兔子啊？我会加两个字，谢谢啊。魏婴。哎，文章简直暴殄天物啊！你真的滚！好你个蓝湛，都说你是皎皎君子，滚滚滚就是了，会不会滚？是不错。哎，我也义不容辞。有什么我呀？这种关键时刻，你就不要再计较这些好不好？不过天大地大，一人一计走天涯，四海为家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呀！